哎，然后辅助是个补位上，但是盖伦这把能赢吗？我不知道，很难很难很难赢。我打野是肥墩吗？是肥墩可以玩，是肥墩是可以玩。他的豹女我要先打个问号，但是我先相信一下他。他的豹女我有不好的印象。你对面是 M9，AD 是 Gaara，谁？你是吧？这妖姬三十九，对啊，你不应该跟我说的。你不说，我应该会打得更放松、更自然一点。我的，不是，你要全是各位。机器人跟他都没闪，我中路线不太好啊。正常我这边要回中血线的，但他们下路线太炸了，不是，这也不是下路线炸，下路这个情况必须要来，我只能亏点兵。我快速被打。走。好死，没闪现，妖姬家下次压力太大了，这种吃掉了，往他家里跑。不是你为什么能走到这儿呢？维鲁斯为什么能走到这儿过来呀？你走也是走河道过来吧？走到那儿支援是什么？不是你又一上去干嘛？哎，妈，真的每盘队友都好傻逼呀！真的，这个组合太难打了。如果不是瞎子的话，我这盘应该能打点优势出来。我维鲁斯也是个怪人。哦，是吗？我们的维鲁斯是 Gala 吗？那没事的。他这个 Gala 维斯大确实一直丢的很随意啊，这是没问题的。是哦，他们两个坐在一起，为什么肥墩不会叫维鲁斯去按下他呀？两人坐在一起不是能说话吗？不对，嗯、啊，快点防一下血量，等一下出场技能直接推掉。这德莱文跑下来抓我，我是没想到的。他应该站在中路接线吧，走了，这也能被勾啊！快走快走，三趟葫芦，哎，这肾是真的菜呀、啊！这肾总是给路人的吧？哎，真菜，受不了了！你不能打辅助就不要让位置啊，你们让个位置玩的这么臭。你被辅助折磨，我也不想呀！我操，过去了。哎，被机器人沉默了，大没放出来。点了吧，点了吧。我知道是他呀。啊，倒霉呀，倒霉呀！不是补位的人，真的秒一下，别玩别的位置坑人了。你要不玩好一点，过去选的就开始养爹，这谁玩得了呀？嗯，德莱文18分钟3件套，谁玩得了呀？